爸爸，我来看你了。生日快乐。那些事情我都知道了，那些你一直没有说出口的真相。爸爸，我不想再跟您说对不起了，我只想说谢谢你。我能够活到现在，此刻站在这里很不容易，我为自己感到骄傲，而这些都是您教的好。眼下我要做的事情还没有结束，我知道这很难，但是您一定要相信我，我一定会竭尽全力让那些伤害我们的人和那些有罪的人得到应有的惩罚。谢谢你，林局长，也是我的恩师。我会跟你回去的，但不是现在。你还不相信我？经历了这么多，你早已经是我最信任的人了，只是我最近的心魔好像变得更重了，觉得这些事情一定要我亲手了断才可以，所以我希望能给我时间。我发誓，一旦拿到账本就投案自首，用你认可的方式，用天下人都认可的方式，光明正大的替我养父报仇，你相信我吗？我相信你。九哥，如果可以，我情愿像现在这样抱着你，永远不放手，因为只有这样，我才能确定你是安全的。你在外面冒险的每一分钟，我都担心害怕。我这辈子从来没有这么害怕失去一个人过，你知道吗？可我现在必须放手，对吧？你相信我，如果我遇到什么危险，我一定会先来找你。好，注意安全。嗯。